金谷，你这去哪里啊？我背点芒果去街上卖。背芒果去街上卖啊？哎呀，你看这边产芒果的，这边卖不动吧？去试一下嘛，万一卖得动。哦，那你准备去哪个位置啊？我去看一下街上能不能卖。哦，要不我送你过去吧？没事，不用。走两步就到了。没事，我送你过去嘛。不用不用。哦，那你注意点安全啊。好。好，好，好。金谷，王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你在这里卖芒果啊？对。啊，生意怎么样？今天？还没有卖出去呢。还没卖出去啊？哦，你看这没人了，算了吧，别卖了。刚刚还有很多人都走完了。走完了？对啊，现在已经过完早市了，别卖了，这太热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没事，来都来了，再摆一会儿。啊，那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就陪你在这摆一会儿吧。坐吗？好的，好的。你这干嘛呢？在这里啊？有没有到我们婚礼出去登记啊？没有，没有你，谁允许你在这里摆的？你摊位费交了没？摊位费啊？你摆摊你不要摊位费吗？这个线你有没有看到？不要交摊位的吗？看别人都在这儿摆的。那人呢？谁没给过？就你没给吧？知道了。先把摊位费交了啊。那算了吧，我们别摆了，我们走了吧。金谷，那我们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把这芒果放进去，我们不摆了，不摆了。不是，你是干嘛的？不摆，我们今天必须要把摊位费交了，我们再走，好不好？我不摆了，我没卖出去呢。你没卖出去，这是我们市场管理的规定，懂不懂？走吧，走，我们回去，走。我不摆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摊位费交了再走。哎，你干嘛的？你别拽行不行？别拽，好吧？摊位费交了再走，30块啊，少一分都走不了今天啊。你我跟你讲，懂吗？你是这边的干嘛的？我是这边管理的，这市场都是我们管。啊，那大哥，那摊位费多少钱？30，30，便宜点嘛。你看这芒果都没卖出去，是吧？便宜不了，是我们市场统一规定的啊。哦，那算了算了，买个教训了，以后不来了，好吧？啊，这行了吧？那你明天别来了啊。如果来的话，去我们管理处去登记一下啊。那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来背吧，我来背吧，金谷。没事，啊，那好吧，那好吧，我去开车门，好。啊，金谷，那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下吧。坐一下，还有，好重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那个，你看，以后就别出去卖芒果了。这个地方满山遍野的芒果根本就卖不掉，家家户都有芒果。你还没吃饭吧？还没有。那我去给你买点吃的吧。没事，算了。啊，没事，我去买点吃的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。这里也没什么吃的，我给你买点面包过来啊。好。金谷。哎呀，我刚刚去找了半天，就买了一点面包。你吃点面包吧。你是哪里买的？啊，便利店买的。没事，你吃，慢慢吃啊。肚子应该饿坏了吧？有点。哦，你看你一个00后女孩在外面漂泊，其实也挺不容易的。没有办法呀，我又。得了一双重病，自己不防自己，没人帮得了我。哦，那你现在得这个病的话，一个月要多少钱啊？1000多块钱呢。哦，要1000多块啊？哦，那你方不方便把你的那个病历单发给我看一下？我看看是什么病。发给你了。什么是右侧颈内动脉瘤啊？什么是这个病严不严重啊？还好吧，就脑袋里面长了两个炸弹。长两个炸弹，你都生病了，就没必要到处跑了，好好在家休息嘛。我也想休息啊，但是我这个病你也了解，家里面爸妈年纪也大，我自己不努力的话，没人能帮我。哦，所以你这次就过来找我卖芒果是吧？你看这芒果都不好卖啊，这次真的可能。都帮不到你啊！没关系的，王哥，你也不要自责，听天由命吧。也许这就是我的状态。哦，你也不要太悲观了。我相信，会有很多叔叔阿姨一定会帮你的。金谷，那个昨天啊，你看很多叔叔阿姨买我们的芒果，然后你表现得特别好，然后这些钱是我结算给你的这个奖金，你拿着。怎么这么多呀？
们就卖了20几单。多了的就是你的奖金嘛，因为你昨天讲的特别好，特别优秀，你要没事没事，你拿着嘛拿着嘛，这个是你的奖金。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没有啊，就是我是个好人嘛。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。报答，报答慢慢再说嘛。